生，他来到这里之后爱上了螺蛳粉，从来都不吃的，可是来到这边以后呢，林小宅还有安琪他们像是那种螺蛳粉全国经销商总代理一样，总是搞一大锅然后喊别人来吃。有一个人就这样子爱上螺蛳粉，肯定不是我呀。是我的宿舍在陆客人的楼上嘛，然后我们每次煮，他们就说总是能闻到一股很臭的味道。太臭了，真的。对，本来就是在躺，有一天我躺在床上就准备睡觉了，然后我们宿舍阳台就通风嘛，太臭了，很香，把我臭醒了，我就坐起来，我就吼了一声，我说林小宅又在煮螺蛳粉。偷偷煮螺蛳粉，我现在又开始煮螺蛳粉了。这是我们的螺蛳粉，你看没？这个反光程度，这个还怎么样？很不错，入口即化。哇！然后，但是现在听他们说完之后，就很想吃，尝试一下。我也想吃，真的好吃啊！越吃越香。不然我们今天晚上来一场狂欢的 party 吧？哦、oh, ，do we have here？No, you don't have. 我请老师吃，我认识老板。Yay! Thank you. Yeah. 余朱星真的是一个很会带动人跟感染人的训练生，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性格活得会特别快乐。你怎么突然开始夸我？OK,